저는 지금 절강성 닝보시 왔습니다. 닝보 바깥에는 동천호라는 곳에 와서 어젯밤에 여기서 잤어요. 여기서 자고 아침 먹고 제가 여기를 어떻게 오게 됐냐면은 중국인 구독자가 여기 닝보 사는데 댓글로 여기 오면은 뭐 가이드도 해주고 뭐 그런 날이었고 오라고 해서 왔습니다. 어제 만나서 저에게 아주 여기 닝보시에서 가장 유명한 식당에 데려다 줘갖고 거기서 아주 맛있는 식사를 또 대접받고 그 다음에 또 선물도 많이 받았어요. 지금 선물 받은 게 한두 가지가 아니에요. 굉장히 많이 받았는데 그 비싼 드론까지 그냥 저를 줘갖고 너무 감사했습니다. 그리고 어제 여기까지 또 안내를 해줘갖고 여기 와서 잘 잤고 오전에 지금 이제 12시인데 오전에 와갖고 또 밥을 같이 먹었어요. 밥 같이 먹고 지금 앉아서 이제 얘기하고 그러고 있습니다. 중국인 여기 구독자는요, 지금 나이는 굉장히 어린데, 굉장히라고 말하긴 좀 그렇고, 28, 나이는 어리지만, 지금 사업을 하고 있어요. 중국에서, 미국에 있는 아마존, 거기에다가 물건을 팔아요. 그 전동 칫솔이라는 것인데, 그거를 미국 아마존에서, 엄청나게 많이 팔고 있습니다. 일찍 성공한 것 같아요. 그래서 어제, 거기 사무실도 가서 사무실 모습도 보고 사무실도 아주 큰 여기 닝보의 다운타운 최중심에 있는 큰 빌딩에 사무실 직원들도 보고 거기서 이제 뭐 촬영하는 그런 촬영실 사무실도 구경하고 작업하는 것도 보고 그랬습니다. 그리고 나서 자기 또 그 바로 앞에 걸어서 뭐 5분도 안 되는 곳에 이제 또 고층 아파트가 있는데 거기서 사는데 제가 여러 가지 이제 중국 와갖고 모르는 게 많잖아요. 어려운 것도 많고 그 중에 하나가 이 유튜브를 하려면은 VPN을 깔아야지 돼요. VPN을 깔아야지 외부 세계하고 통할 수가 있어요. 유튜브, 구글, 카톡, 네이버 뭐 아무것도 안 돼요. 그 VPN이 없으면은 아무것도 안 되는데 그 VPN이 안 돼갖고 제가 굉장히 어려움을 겪고 막 힘든 시간 되게 어렵게 이렇게 보내고 있다고 얘기하니까 자기가 이제 VPN을 이제 미국하고 이런 사업을 하다 보니까 그런 게 필수적으로 깔려 있어야 되거든요. 그러니까 그거를 저에게 이제 알려주더라고요. 깔아준다고 해갖고 노트북을 들고 여기 이 친구 구독자 집에 가갖고 그런 것도 많이 도움 받고 그랬습니다. 그리고 아침에 왔는데 날씨가 굉장히 좋아요. 그리고 이 친구가 캠핑을 다녀요. 자기 차를 개조해 갖고 이제 주말에는 쉴 때는 이제 캠핑을 다니는데 차 한번 보여주면서 우리 한국 구독자분들한테 시청자분들한테 인사를 시켜드릴 겸 차도 이렇게 보여드리고 캠핑용으로 바꾼 차도 보여드리고 그러려고 합니다. 자, 안녕하세요, 여러분.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宁波。我今年29岁，我叫 Gary， 可以叫我 Gary。 我的工作就是在把中国的产品然后卖到 Amazon， 在 sales on Amazon。 Canada, US, and like German or England. 我的产品主要是卖那个一些电动牙刷, electric toothbrush, and our brand is Tension. Tension, as you can see. 我是之前在 YouTube 上看到大哥的那个频道，我觉得很有意思。作为一个外国人，然后在中国。 买了一辆车，然后又改装了房车，然后在中国旅游，真的很了不起。一般的中国人都做不到这一点，包括我自己其实也很想去房车旅游，但是没有办法，我必须要工作，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时间，所以虽然有一个开房车旅游中国的梦想，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做这个事情，所以看到大哥。 开房车在中国旅游，我特别的敬佩，特别的羡慕，所以我就邀请当大哥走到上海的时候，因为离宁波很近，所以我就邀请大哥要不来宁波转一转。大哥很高兴的接受我邀请，然后就是过来了，我也很特别的开心。
我其实是17年毕业的，17年毕业之后，然后找了一份工作，是做外贸 international trading 的，然后工作了3年之后，然后我就自己出来了，之后开始创业。是当时因为工作3年攒了一点钱，攒了大概20多万，然后再找银行那边去贷款了一些钱，然后就开始做我的亚马逊，因为我上班的时候做的也是亚马逊，然后就是开始我自己的创业之后，但是不巧的是在2019年底，然后2020年初遇到 COVID-19， 就把我的钱投进去了，但是因为 COVID-19 的原因，运费涨了很多，然后各方面成本上去很多，所以那段时间亏钱亏了很多。不过好在在去年上半年，也就是大概2022年底、2023年上半年之后，然后稍微情况好转了一些，慢慢的把以前的货啊都慢慢的卖出去了，然后才把以前的欠银行的钱慢慢还清。然后从去年开始，就是我们准备就做新的产品，就是做更有技术含量的一些产品。以前我们是卖很 basic 的产品，就像那个 picture frame 相框 photo frame 这种。然后今年开始，就去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开发一些的像电动牙刷，然后电动的冲牙器这种东西，开始做我们自己的品牌，开始在网上售卖。都卖到了多少？目前的话不多，大概可能一年也就100多万美金。那个不小吧，多吧？但是其实100万美金的话，刚刚活下来，刚刚够活下来。就是我们比如说开掉房租，然后还有人员工资，开掉之后刚刚活下来。要活得比较好的话，至少要300万美金。现在只能说，能够不会死掉，就是真正活下去。现在呢，你的产品卖到在美国、加拿大，还是那个欧洲等国家。对，你还没出去韩国吧？韩国因为，for most of Chinese, we learn English from grade 3. But we cannot speak a few Korean. So, 因为我们不懂韩语，所以没有办法进到韩国的市场。韩国市场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了，我大概3年前我就知道韩国市场的 G Market， 然后 Coupon， 我知道这个。但是 for 我们这样的外国人来说，在 Coupon 和那个 G Market 上面开店不太容易，就它的门槛很高，很难，所以没有考虑到进韩国市场，因为太难了，太难了。考虑考虑吧，用我吧。希望希望。我希望你卖到韩国你的产品啊。我也想啊，但是韩国的市场对我们来说很难进入。不过现在唯一一个好处就是像有 AliExpress， 我们可能会通过 AliExpress 卖到韩国。这个可能对中国人来说简单一点，因为 AliExpress 是中国的公司，然后而且用的是英文，可以很好一点。它可能到时候会有自动翻译在平台上面。OK， 谢谢，谢谢你招待我，照顾我，感谢你啊。不客气。车的话是 Tesla Model Y， Tesla 这个加了这个粉色。我不知道韩国朋友们有没有开特斯拉，粉色这个其实加上之后很可爱。粉色。粉色一般粉色是女孩喜欢的。你的女朋友喜欢吗？她喜欢。对对对，加上很有个性。然后还上面我还加了这个。这个行李架。行李架、这个、对，行李架。这原来没有。你原来没有行李架？这个贵吗？这个是官方的，2000块钱吧。2000多，对。然后2000块钱。对，就这个2000块钱，然后再加了个这个。这里面有什么？我现在钥匙忘记带了，里面我装了。你没带了？没带了，但里面装的是也是一些露营用品，椅子啊、帐篷啊，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装在里面就没有用过。OK。然后这个床算是我唯一比较乱，唯一用过的东西。
这个晚上就是躺在这里还没睡，完全可以躺在这儿，然后这里关上。我下面还有那个，看，这下面冰箱，对，这个冰箱看起来很大，这个很大，它这个几升啊？好像是30升的。这威纳特斯拉的吗？哦，这个是一个中国的牌子，专门 design for Tesla， 因为它下面是这样的，它下面是，对，我给你拿下来看一下，原来是这个样子。里面原来空的，对，原来是空的，然后直接插上去好了。对，直接插上去就好了。嗯，它就是给，它就可以一直有电。嗯，好，看我了。哎，这个怎么做了？它是里面是三个，可以叠起来。哦，很舒服。对，很舒服。OK， 你自己做的吗？不是买的，网上买的吗？网上买，这个其实不贵，几百块钱吧，两三百块钱。好，太乱了。这个好啊，问题是啊，这晚上睡觉的时候帘子拉起来用的。嗯，看，拿下来。嗯，扔到后面去。啊，行。这样。这个其实可以，翻过来，翻过来。我平常比如说，可以做，对，不用了，把它，这样翻过来，那意思啊，哎呀，太乱了。这是 for laptop， 我吃饭。你吃饭可以，有时就这么用。我买了一个这个东西。这个可以用，直接用车的电用来煮饭。它就是直接插在这个上面。它在这个上面之后，然后就可以通过这里往外面用电了，可以煮饭啊、炒菜啊，电磁炉都可以用。你去了哪个地方啊？我工作之后，自己做事情之后，就没有，基本上没有去旅游过了。我只是在宁波周边走一走，开车走一走，就睡在车上睡一晚上，这样子。上工作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去过很多地方，青岛、北京、上海、南京，沈阳、广州、深圳、澳门、香港、成都、重庆，去了很多。但是你转过了。因为我很想去玩，很喜欢去玩。那个时候有时间嘛，上学的时候有时间，有放假，有什么可以休息。反而现在上班了之后没什么时间去玩，天天就，吃饭睡觉上班，吃饭睡觉上班。所以说我看到大哥那个出去玩的视频，我就是特别的羡慕，特别的就觉得有意思，特别开心。行，现在我估计2到3年内估计没有时间，还没有多余的精力可以。如果以后我的，比如说我的公司啊，我的店铺做得比较好了，上一个台阶了，比较稳定了之后，可能我就会我继续我的梦想，去买一个房车，或者自己改造一个房车。我也想买个那个 van， 那个小面包车，买个 van， 然后按照自己的设计改造好，然后再先中国旅游完，
如果可能的话还想从中国开车去欧洲，因为我看到有的 YouTuber、他有一对那个中国夫妇的 YouTuber， 他们确实做到了可以从中国开车去那个欧洲，很羡慕。你让我知道很多贵重重要的信息、因为怎么说呢大哥，我看到您就是第一次在那个中国开房车旅游了，因为我自己喜欢想要就是梦想着以后房车旅游，其实我做了很多的 search、所以做了很多的功课、然后但是我看到您就是在旅游过程中，所以我就能想到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在哪里停车，在哪里去补水，在哪里去补电，然后你怎么去给自己的那个煤气那个 gas 加 gas， 这些东西我想作为一个外国人肯定是很难去找到这样的地方的，因为我正好做过这样类似的功课，那我就想了顺便等您来宁波了之后我就介绍一一给您介绍一下，这样您在中国其他地方旅游的时候就更方便一点。那个真的帮助很大、因为我不知道去哪了，因为在韩国关于中国的房车旅游的信息没有一个也没有啊，关于中国的房车旅游的信息，所以你给我的那个信息正重要的，我也希望能帮到大哥很多，就是能够很顺利的进行房车旅行，在中国玩得开心。中国怎么说呢，很大，从往北方很冷到南方很暖和，就是你可能转完的话需要慢慢走慢慢看，要很长的时间，那中间你如果信息知道的信息不够的话，那其实玩的可能不太好。那我是大哥从韩国到中国这一趟，然后又买车又装修，其实很不容易，我当然希望大哥能够玩得很开心，然后就像我自己去玩了一样。정말상해왔다가상해에서바로이제황산원래계획은황산으로가려고그랬었어요근데이제이게리구독자가이제댓글로여기닝보그상해에서그리멀지않으니까오라그래갖고왔는데정말잘했어요처음에는이제고속도로통행료가 이렇게딱이제루트를내비게이션보니까엄청비쌌어요그래갖고아같이안갈까보다하고막이랬었거든요근데고속도로에서내가두밤을보내서생각을하니까아가보자해갖고왔는데오길정말잘했어요이친구한테서정말좋은정보들엄청많이얻고선물도많이받고그랬지만좋은정보한국사람이캠핑카여행하는데있어서많은정보를알수있는그런여러가지를많이알게돼갖고정말오길잘했습니다정말고맙습니다아진짜谢谢你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希望你在中国房车旅游玩得开心예바이안녕히계세요안녕히계세요안녕하세요안녕히안녕히세요계세요안녕안녕히안녕히계세요안녕히계세요중국만인농로오세요 OK 한국朋友们欢迎你们来中国玩 OK 你动完了告诉我一下现在动完了那阀门怎么转呢抢上那个时候真